他在45岁，当时呢，他很快哦，他30岁创业，对不对？45岁那个时候呢，他就买下了在纽约的法国大厦，然后把它打掉重建，哦，纽约世界日报大楼，因为他已经把纽约世界日报买下来，然后重建这大楼。那这样大楼说要揭幕，揭幕的时候呢，所有记者等待谁来开揭幕？罗斯先生哦，哎，怎么左等右等？好、哦、像大家都陆续进来。哦、老师很开心啊！怎么普利兹还没有来？主角没出现怎么办？啊！一打听，原来普利兹呢年幼的时候呢，营养不好，视力不好，才知道说他的视力减退到10%不到，几乎全盲，所以他已经移到欧洲去了，没办法出席这场揭幕，所以他是个扼腕。然后呢，这个《纽约时间日报》大楼当如期的开幕，好，如期的开幕。那更特别呢，各位呢？正当他呢事业如日中天这个时候，哎，各位你想这时候应该什么？好，我就来给他买个双拼跑车，买个法拉利，对不对？买豪宅。可是普利兹先生呢，从三十一岁创业，哦，到后来他买下这个重盖40岁，中间呢经过10来年，他想到什么？他想到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在美国成立一个新闻学院？哎，新闻学院大家都很熟悉吗？比如我们现在台湾，你看我们摄影人口，我们使用设备器材。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，让台湾人消费这些数位相机能力超强的，哦，就刚开了哦。可是大家不觉得很好奇，我们台湾没有摄影系，又不要讲摄影大学，哎，都没有哎。所以当时呢，他在美国呢，哥伦比亚大学，他提出来说，我希望，哦，办这个新闻学院是培养更好的记者，办更好的报纸，可以服务更多的社会大众，然后呢，让他们呢能写能看。让更多的事情能够被爆出来，可是呢，被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拒绝，很可惜，哦，就没有成立。那可以想见，在当时呢，报纸嘛很好赚，别人是可以跳进来赚。好像我们台湾，大家发现蛋挞很好卖，入口开一家，马上呢后面开一家，不用呢多久，光子就开了10家，哇，本来可以卖2年，就2个月就倒闭了。因为哎，一次就把它赚了，哦，所以报社也是一样。各位再看左边、右边，哪一个是普利兹先生？左边哦，厉害哦。然后让你发现，哎，他们在堆积木，在堆什么字 ？War 是战争的，然后呢 ，R 是反过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插画的作者是反战的意思。对，就有这个漫画，就是哎，你们呢，这个呢，两大巨头互相呢，通过报纸哦，做一个平台，到处报哪边有战争，战争。他们是要反战，好，反战。好，那你看这一张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中间有个女子，对，旁边有 一群男人。大家想想，这个女生穿什么牌衣服？他说：“哇，好厉害哦，国王的新衣，怎么会这样？”原来呢，他是讽刺嘛，就是这些报社为了求发报量很大，所以就乱报啊。南港呢这边呢，因为呢有叛军。哦，所以呢，疑似有战乱心情，我、哦、来去定定位，每天都去买报纸来看，哦，然后隔天还报，哦，这个战争持续不断，有可能扩大，哦，假消息，用这个方式来反讽他们。那普利兹先生呢，虽然双眼失明，他很认真哦，他虽然呢递到欧洲去啊，但每天他还请他秘书把各大报纸拿给他听，好、哦、嘞，那然后呢，他写下来他一些观点，隔天。他呢，在登在他的这个头条的社论上面。很可惜哈、哦，到1911年，享年65岁，他就过世了，然后就过世了。可他在遗嘱当中呢，哦，他提了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他呢希望呢留200万美金，一定要成全在美国呢给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新闻学院。第二个呢，他毕生呢所经营的《纽约世界日报》大楼不可以转手。不可以卖给别人，就是哎，后代子孙我好也可以要了，不可以变卖祖产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他在1917年，哦，就他的子孙帮成立普利兹的这个奖项。那大家也很好奇，普利兹是摄影奖吗？其实不止哈、哦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这边呢有讲哈、哦，普利兹摄影奖，它是上1942年才成立的摄影奖，现在1917年就成立了，但是初期的时候并不是摄影奖。好、哦，这是摄影奖。的殊荣，就是说美国当地很多记者毕生呢也得到普利兹奖，
为最高的荣誉，好、哦、像奥斯卡金像奖被镀金，哦，镀金。那大家很好奇啊，那这个奖项是怎么评的？就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担任召集人，然后呢，邀请14位专家学者来担任评审团，评出各个领域，那有什么？哦，评到了你就发给他，哦，奖金还有奖牌。但是他们很低调哦，他们在评的时候呢，在哪里？在图书馆评啊，不是有什么奥斯卡哦，什么红地毯啊、星光大道没有，很低调，就通知入围。现场哎，得奖我就颁给他了，哎，就是很务实这样子，他没有弄得很这样很招摇。那第一个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呢第一届颁奖只有颁了一个最佳专辑奖，其他都重缺，好、哦、都重缺。那这个各位看得出来是什么奖吗？飘，对不对？最佳小说奖。那这个看得出来什么？安妮，对。那依照安妮呢改编一个最佳戏剧奖，好、哦、得奖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跟音乐有关，对不对？他颁给美国摇滚歌手 Bob Dylan 哦的一个最佳的贡献的荣誉奖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普利兹先生他所创立的这个奖项不是只有摄影，涵盖文学、戏剧、音乐各类，所以对于美国的文化艺术是很大的提升跟助力哦，非常难得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带各位呢进入我们的虚拟空间，来看看呢这个展览。首先第一张，我像我在导览、哦、我比较喜欢就是，我觉得导览、哦、各位呢，导览老师负责什么？就是只是把一些背景告诉大家，但是呢，接下来各位一定有直觉感动跟感受，你就不要听跟导老师胡说八道，你有什么感受就讲出来，所以各位就很直觉，哎，我画一下，哦，因为那个直觉感动是最真实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背景不同，所以没有对错，哦，没有对错，所以这一张大家来看看，不贵啦。四位，四位啊，这是两相关的，家里家人吧，家人，啊，四位，我请这位来，请这位，应该是久别重逢吧，久别重逢，是怎样的久别？老师帮你猜测一下，可能是长时间的分离，或是工作的关系，或是老师好厉害，对，感觉，哎，请问老师今天有做功课吗？我刚麦克风交给你，没有，因为你很生动，我把它感动了，感动，感动，好，确实哦，因为什么？各位呢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没有加入嘛，射手旁观。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发生，因为日本偷袭哪里？珍珠港，所以呢，美国人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加入呢这场战争，所以呢加入这场战争非常常见，一定要调很多的什么壮丁嘛，通到第一线去打仗。哇，这个孩子今天去一个月没消息，哎，半年没消息，一年也没消息，也就定定了没。到底会不会回来？很害怕，对不对？一年半，终于接到通电话，哎，林安吼，过了那一半，哎，坐那个高铁有会帮等，那你想看你会不会迎接？会不会带着孩子去迎接吗？那各位看看这个里面，大家看到呢，他几个小孩？两个小孩，对，这个是姐姐，对不对？姐姐跟爸爸怎么样？非常非常深情的拥抱，抱到怎样？爸爸呢？太久没看到这个女的嘛，那他就。姐姐说：“哦，看不到吗？穿毛裤呀？有发现？不，有。姐姐已经手都没办法了。那可是呢，我好奇，左下角有个底下，啊，那个大叔是谁？我漂亮不？哎，我，我这我是谁来？因为出时阵高人行影嘛，哦，为什么啊？这是像叫爸爸画不出来，我是谁吗？哦，那各位看一下，你觉得这个母亲？”手呢，眼着脸，我看看他表情，你想看他什么样的表情？喜悦。哇，好棒啊！喜极而泣。你看呢，四字成语我就不用再讲别的，眼面哭泣，非常开心，开心到喜极而泣，对不对？那还有这个妈妈，为了迎接孩子跌倒，你觉得她有没有准备什么，或是很重视吗？怎么看出来很重视？刻意打扮。就是刻意打扮，哪里看出来？头发，有色度安尼，啊，搁嘞衫裤特别有格，对不？哦，啊，挂迄个包啊，对不？啊，这个做艺术指甲，啊，再来挂我安尼哈，有人挂指甲的有无？哎，为什么他这样？一年半没有看孩子毕业，哇，
台积电出来非常开心，可能接那通电话我更没提了，是不是？指甲开始保养，一年半谁帮手中台积电挂手中了，哦，把他最好的衣服拿出来，因为他非常非常重视呢台积电中可以回来跟全家团聚。所以呢，各位看到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呢这个摄影记者写得非常好，盛大的历史事件，你必须保持这样的观点，相信你所拍摄的所有影像，在十年、二十年后，仍然会有人观看。这一张七十年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还是很感动，对吧？所以影像力量很大哦。所以各位不要小看哦，你们拍的东西七十年后，或者帮我们再问啊，光碟准备的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哦。所以影像力量真的是会震慑人心哦。OK， 好，这一张各位有看出来是什么样的战争吗？我们听过，都拍成电影，改编成一个小说，《硫磺岛之役》。哇，我们听到点哦，《硫磺岛之役》。那这《硫磺岛之役》讲什么？就是二战的时候呢，美军加入了这场战争，那日本人不是偷袭吗？所以想想呢，如果是你是美军，你会很生气，你看以牙还牙吗？小子居然偷袭我，趁着呢，我大家在度假，哦，所有的官兵呢喝得烂醉，哦，偷袭他们，我们员工呢措手不及，所以美军呢就用他优势的武力，怎么样，要去轰炸日本的本土，那他发现，哎，我派出100架军机，轰轰回来，怎么剩50架？还有5架的，怎么都折损不见，哦，用故宫20一照，哦，变成多了哈，况且。居然在他列岛前面有叫硫磺岛，上面的很厉害，高射炮轰轰轰，把战机打下来。所以如果呢，各位是空军总司，你会怎么做？是不是要把这硫磺岛先打下来？对不对？要把它抢下来。所以呢，美军就派了1000名精锐的陆战队的这些精兵战士啊，好，第一波就抢滩攻上了硫磺岛。那你想到啊，这些人打仗打了一个礼拜，就谁没有？看不到自己朋友，看不到自己家人，是不是心情不好？他想说，那我为什么战呢？所以他想，哎，那我立面美国的国旗，让大家有向心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就把这美国旗要把它插上去。那各位看看，这位啊，四位，嗯，来，1、2、3、4，后面5，好，6，有4个在右边，2个在左边，2个遮住了，没看到哈，6个。哦，那呢？各位想看他们攻占了嘛？那比较特别是攻占以后立了这个，哎，各位有想到有幅画？你想，格拉克罗画的呢？啊，为自由征战，这个自由女神带着这些法国所有的老百姓，是为自由而战。我们想到会有这幅画。哦，那我们讲回来呢，这个战争。因为比较特别是硫磺岛本身，它的地址为什么硫磺岛有火山嘛喷发，所以到处都是火山灰，所以土质很松软。那日本人厉害哦，他们很早就做一些预备，做什么？利用这里的材料跟地质特性，做了很多的地下坑道，非常绵密，而且四通八达，把所有的武器人员通通都导入地下的坑道。所以当陆战队的抢滩上来的时候，哎。他没有发动拂晓攻击，按兵不动，再来进行偷袭。但是美军很厉害，什么？他优势的空中武力跟很强大的火力网。因为看那个电影拍的，因为火焰枪一喷，直接呢喷他的坑道。甚至后来呢，他有什么？把海水倒灌进入上面，再倒油，那油是不是浮在水面上，再烧火？哇！那美军要把日本逼出来的，结果呢？各位看。在这场战争里面，美军呢伤亡多少人？将近7000人。那你觉得日本呢？你觉得日本应该伤亡多少人？更多是多少？看看。2万。来，还有人要追加？2万一次。来吧，4万，4万一次，还有吗？6万。哇，他这场面呢？